好，我是橘子，今天又全家出动，我们要去小亮那边，就是广福镇，他今年50岁生日，但是今天没有大猪啊，就是我们一家人，还有他们那边一些亲戚，在一起吃饭啊，这刚才没买，还要去买那个买袍。现在我们到广福镇了。小亮他们这边条件比我们那边要好很多了，首先这个路都比我们那边好。一个这边是轨道，看到吗？轨道。嗯。轨道。观景台那些地方。都弄起了点。他们这边搞了个新农村的。那。哟，哎呦，小的猴子那些，妈妈那些。村民农家艺术园林，要表示一天可以的啊。龙，好，我们现在到小亮这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拿了两不能当，不能当外人使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上没得放了，再给老上放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呀，好高哦你。你都爬到那高头嘞，真不好意思，这个没让你找到了存在感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帮帮忙，耶，要忙的帮忙了。哎，那个红龙是最爱的，哪个都没得跟我抢。哦，哈哈哈哈！你这还啥跑好？你这不管我呀？你这不管啦？耶，你们一来就在这耍啦？姑爷这边好多小朋友可以玩的东西啊！嗯，好着呢。嗯，这个安逸啊！吃东西。这桌子上面全是吃的。这个农家就在拉出来，你们去参观了吗？看不得。小虎，你去看了个完没有？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。好的，让我们去看看吧。走吧，哎，叫上了，叫上了，我就在这。走，没去，走的，你带。不是，小虎耍的有。你给我们讲解一下子。他这个外头真的很漂亮啊、哦！是吧？哎呀，你点子啊，点孔点孔的。你是为人师表，晓得吧？你。对对对。我们去看看，好吧？跟去年的时候过来也拍了，但是今年更完善了啊、哦，弄了很多东西，什么都上面了。他那个是直接是水分浇筑的。嗯，它是国家也是一个奖项。哦，这个猪，这个猪好肥哦。哈哈哈！因为农村人都喜欢养肥猪的嘛。今天唯一的缺点就是在下雨。哎。哦，这边好开阔啊、哦，看见啊。嗯。哦，好漂亮了，底下是啥子？哦，底下是鱼的。这个是个观景台是吧？你可以在这里观景是吧？到这里就像到一个农家乐的那个里面一样啊。妈妈，妈妈，猪猪好安逸的嘞。小老鼠，小老鼠。你说妈妈，猪老板有来参观，我觉得他那个弄得好好哟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啊，干嘛？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快乐得很，你们辛苦。好了，大姐，我们这是没点起来酒哦，你看，我把那个都喝完了，好好好，辛苦了。